中华的命运。
其实这一次带来的歌曲都是特别版的，专门为这个 session 所准备的。像这一首主曲，它其实就是爱音跟油画这两首歌拼在一起。那其实我跟 Angus 的创作方式呢，像是油画，其实是他先开始有了一个手碟的 line， 然后我再写了歌词进去，然后唱进去，成为后来的油画这个版本。那爱意就是我先写好歌以后，我也想象了手碟的声音，他邀请他打进来。那爱意其实他是一个台湾古谣 的一个泰舞古谣歌谣队合作的歌，但今天因为他们没有来，所以我就取代了他们来唱了一些吟唱的部分。我自己的歌曲里面其实很喜欢加入一些没有歌词的吟唱，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一个全世界就是大家听见就可以理解的，就是共同情感的东西，所以有时候我不想要用语言去限制它，然后给它一个框架，跟你们分享这个作品。